你要你要你要回应一下啊。艾玛有说他真的有入戏，有喜欢你的感觉啊。那你呢？会啊，其实因为他在里面真的个性很棒，嗯，然后让我觉得我好像突然觉得会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就觉得他有一个很棒的魅力，嗯，谢谢 ，OK， 掌声鼓励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既然呢他们都对彼此这么的有感觉了，我们今天在现场呢，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深情的仪式。来，我们请伴郎伴娘要拿出他们的婚戒，妹，不要太快让他。